台中陈先生，哎、欸，我操，你们是队长啊？先这吧，那没人。好妖啊！哎、欸，有一队挂机，哎，他们回来。空降部队，我落在台中陈先生，有一队跟着我们挂机去城内了，有人了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有一个，你不要抓他，插一把枪，我插一把枪给他抓他。他们面对。哇，三十刀！好了，这要跑这么快啊！他一把枪都没有哎、欸，他好可怜。这个，在这个吊篮上，是。好快啊！20打50，你这样包不了你，包不了你，包不了你！我操！我没子弹，我没子弹哦，你要慢一点。那个大店，我在二楼。我在二楼。刘、邦家在楼下，这里。过去了，然后二零在前面。我去后面。哎、欸，二零死，二零死，你们后面就一个。打碎甲。后面就一个。这里，我这。我差一点。我们上。二零为什么死了？二零为什么死了？他滑倒了。在我前面跳下去，真巧啊！跳下去啊！他从这边好像要跳到这边吧，然后就他高估了他的跳跃能力。他高估了他自己，那他坐高自己哦。对啊。他以为他跳很远啊，不过他跳很近。对。金蛋来一点吧。180。60。40。哦，人类在打架、啊。哦。